我说不开直播，又开了个直播。我这好土哦！你看 Coco 一，我又是绿色，又戴着红色的头箍，还戴了个眼镜，我的妈呀！主要是戴着眼镜，又时尚又土怎么办？嗨。Hello 哈，晚上好。有脸是？对呀、啊，当然有脸了，都化了妆了。好了，哇，好可爱哦！我一会儿觉得奥特曼这么可爱。Hello， 晚上好。虽然他送我玫瑰花，但我今晚真的没睡他。嗨，大家晚上好。我先说好，我就开到40分吧，因为我看大家都在直播，所以我就小小的开了一下直播。因为明天真的很早要发车嘛。所以你看，我把头发都卸了，我美瞳都摘了，一切准备就绪。然后洗澡前看了一眼口袋，发现大家都在直播，这就，那我也加入吧。对，我也原本也想着不直播了。这不大家都精力挺充沛的嘛。不过明天要是就是没什么人的话，间隙期间可能也会直播吧，就比如说休息，哎，暂时没人啊，休息什么的，这样子。吓我一跳。好，怎么回事儿？吓我一跳。对，今天公演跳得很开心，今天跳了一个很前面的位置，所以跳得很开心，而且听到大家就是很响亮的call声也很开心。哇！哇，好帅！哇！对，我被海影聚集的封面气坏了。哇！哇！哇！哇，我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给大家展示一下，酷狗一给大家展示一下，哇，好帅啊，好帅，好帅，而且，哇，好帅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要那个了，好帅，哇，哇，哇，而且还有好多个音效，好帅，但披风还没戴上去。哦，下，哇哇，可可已经不行了，好快乐呀，他太开心了，下，笑死我了，这下说的我喉咙都痛。今天我觉得今天 MC 也太好笑了，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，我本人很好笑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听那个皮卡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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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笑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笑，就觉得很好笑，就莫名其妙的很好笑，但你问我好笑在哪儿吧，你也说不出来，我也说不出来，就是怎么个好笑，但是就很好笑，我也是醉了，怎么会这样？而且我掐人中是跟 Coco 一学的，就是给就是同化了已经。哎，不，就是真的是莫名戳到了我的笑点。比个丁，比个冰，比个贝嘎，比个贝嘎，我学不像，怎么学？你还挺像呢。贝。Big up.
啾！你好像在说呸呸呸！你卡痰了，你这是 ？Coco 已卡痰了。谢谢，我是豆豆豆豆豆豆比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这是他什么说？这是雷秋吧？飞了？谁飞了？哇！这个奥特曼好酷哦！谢谢 SFKK 送的三个玫瑰花，好可爱哦！哇！谢谢谢谢，这什么字啊？什么贵送的玫瑰花？玫瑰最娇贵。谢谢 WSJVV 送的玫瑰花。对，我今天回来就开了个直播，还有十分钟我就下播了。对，原本说是不直播的，因为想，因为我看大家都在直播，所以我就那我也要跟大家一起直播。谢谢土木人参凉送的秋天的奶茶。谢谢大家，什么？那个字念 N 跟 N 同音。哦，这样我也想直播一会儿。那你直啊，我们一起直嘛，我们一起播嘛，一起播嘛。Together, together, together, everyone， 这什么歌呀？这个是可以，这是被允许的吗？这什么被允许？这是粉丝送的。没事儿呀。我不知道呀。没事儿。好酷啊！奥特曼是有披风的吗？奥特曼是有披风的，对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嗯，它可以有。这是那个迪迦吗？这不是，这是初代。哦。就是第一个。哦，那我难怪。嗯。对啊，我在中心啊，不然我跟谁说话呢？哦。哦，你是海外党呀？学习加油！谢谢披着喵皮的杰克罗素梗送的应援棒。梦想的旗帜，加油 Team X， 所有善良黄昏的都为我加冕，美丽天使。你录，需要我不说话吗？嘘，气死我了，这个封面太丑了，太丑了这个封面。谢谢一颗跳跳糖送的玫瑰花。人家的好朋友送的秋天的奶茶，对了，他玩奥特曼，他讲啊，哇塞，啊，没有想到，就是我以为冯小飞之后，就是冯小飞不是喜欢什么机器人？吴小飞喜欢什么来？高达。吴小飞，啊，变形金刚，他喜欢变形金刚。变形金刚之后，第二个喜欢奥特曼的女生，就是那种喜欢男孩子喜欢的那种女孩子。谢谢 K K F I L L 送的巧克力。姐，林姐，我雅思考的巨好，其实还可以，但是超出预期的分数。哇，这是凡尔赛。谢谢披着喵皮的杰克罗素梗送的玫瑰花。这金丝眼镜，哇，这不金丝眼镜，你说的吧，这是眼镜说到好厉害的感觉。对，我在扣一这样，我越来越像花栗鼠了，是吗？挺好的，我也有代表动物了呢。好，我开了。恭喜你。蜡里开到什么时候啊？就展示一会儿。
好。今天收到了一个礼物，好，我近视啊。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今天直播显得脸特小，怎么的？我之前脸就显得特别大是吗？很兴奋，就是这个东西它治愈了我，就是。今天好像语文老师，可能是这个发型吧，因为我刚刚为了想洗脸来着，我想卸妆了，然后我就把头发这么一扎，准备卸妆了，然后我还戴了一个 Coco 的头箍，我就觉得我贼好笑，就土土的。对啊，衣服贼像体育老师。他们今天谁说？今天谁说那个？今天王菲言说吧，她说她以为谢天英就是站在我身边，因为谢天英经常穿这个嘛。就是站在他身边，有一种谢天一的感觉。是 Coco 一的奥特曼，大晚上不睡觉 ，Coco 一在玩奥特曼。凭什么我演怪兽？洗袜子，洗什么袜子？洗袜子是下吗？哎呀，不是不是，哎呦呦呦，对，是下，不好意思啊，就是他的奥特曼一定很大吧？不大，就这样，一个小小的 Q 版奥特曼，很 Q 很 Q。这封面太好笑了。哎，不是，我觉得我现在表情就跟 Coco 一很像，这种就很像 Coco 一。就是被 Coco 一同化了，然后我说话声音就很像谢天一，啊嘎嘎嘎，这样子就很像谢天一，你知道吧？已经被我的朋友们同化了。好帅，好帅，而且这里还有他的介绍。啊，好酷 ！Coco 一今天洗头吗？洗，我帮他发钱。好的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是初代奥特曼，初代奥特曼。上次拍的视频是在哪个公园啊？在人民广场。人民广场的广场上。假面骑士，我没看过假面骑士。谢谢云曲千里明送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 A 可送的应援棒。然后它这个也可以这样子展示，这个酷啊！哎呀，太帅！去韩国街吃饭的店叫什么？有没有推荐什么好吃的？我想想，其实没有什么印象的饭店，就都还可以吧。就都还行。我觉得可以去那个韩餐超市看一看，里面米汁还挺好吃的，因为我那天也很好喝。我那天还在网上看了一下米汁的做法，米汁这个做法还挺麻烦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喝喝这个米汁。什么泡菜？我不吃泡菜。现在脑子里充斥着奥特曼的声音啊！恭喜你。哎呀，这个悬浮的有点难了。谢谢松鼠牛，然后是给我推荐一下青鹤谷，就在韩国街旁边。青鹤谷，好的，有机会看一下。如果我还有印象的话。好久不见，我又美丽了，谢谢。
好久不见。Okay、刚去吃了个早饭，哇哦！晚上好。这么说肚子都饿了，我刚肚子都叫了。很帅。好了，就是嗯。谢谢文林开的博送的暖暖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。小火车摆动的旋律。明天握手会你也这么美丽吗？当然了，必须的。这个是跟谁学的我忘了，跟娜姐学的，必须的。你播完了，你播完了，你播完了。嗯嗯，我准备关了，那我也准备关了，我也准备关了。握手会不会穿这个的，握手会换一件。为什么不像一般上海女孩用这样结尾？那要讲上海话的呀。我知道电视剧更新了，邢克雷要生病了。咦，我希望就是可以停留在22集，因为22集都好甜，甜太甜了。TTL， 好啦，我要隔壁潘路遥疯狂个么的呀？是吗？我不行。晚安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我要下播啦。行了姐，拜拜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